係啦，等馬麗萍佢就位咧就可以啦。係啦，可以見到咧，我哋紅方先出嘅咧係 Lady Little 啊。再講一次，紅色係需要先出嘅。好，等馬麗萍判。或者呢一場咧，將會係紅方對南方，紅方咧有我哋嘅 Lady Little 對南方 50 啊。咁將會咧，而家同以前唔同啦。每一場完咗都可以睇大屏幕，知道勝負輸贏。非常之好啊！好，應該全部評判準備好啦，係嘛？如果可以嘅話，觀眾不如俾掌聲同埋尖叫聲嚟。Let's go！好緊張啊！一比賽就真係。Yes， Lady Little。時間去評判嘉賓啊！大家頭先見到啦，兩個選手都有好唔同風格啦。咁我知道你以前咩比賽呢，有咩賽前嘅準備嘅會係？其實因為我哋跳 breaking 咧，係每一 round 都會出好多唔同嘅招啦。其實咧，以前我都係會寫低佢。我都寫低啲。會寫低嘅，由 top lock to word freeze，每一個步驟都會好似有本天書咁，有啲出招表咁樣係嘛？係啊，提醒自己喺下一關嘅時候。好多運動員都有咁做嘅，其實係㗎。咦，見到大屏幕出現咗啦，我哋結果可以睇下第一回合係邊個勝出啊？好，可以見到 50，第二回合，你啲呢條，換言之咧，每人各得一分喺一場。